哇，好黑，超黑。木炭。对。为什么你下面有？你的那个是穿到这里吗？因为我之前穿袜子啊，然后就变成一个隐形的袜子。真的？是真的吗？差很多。哇，我以前很白哈。对啊，走吧。我一直以为我以前很黑，结果其实你原来我很白。好，多一点点没关系啦。可以啦，多一点点。新哥，那时候偷喂多喂一点，多喂一点，把它喂喂肥肥。对对对，喂肥一点。等一下会带出来。对对对对。哦。给客人那个遛羊标标一标啊，竞标了，竞标啊，全部会竞标。天哪，不要煮来吃吧？不会啊，我们都这样讲一讲而已，其实我们舍不得。我们多有爱心呐，真的，不用竞标，直接杀。哎，不用。我们已经跟他有感情了。对呀，先喂兔兔。怎么舍得？他认得我们哦。哇，嗨嗨，来喽来喽，排队喽。这就嗨嗨，去那边。对对对，每次来喂他们呢，都是有固定时间，对，早上九点到早上九点跟下午四点，对，那就已经固定了，所以只要超过那个时间，你就会在那里听到他们叫啊，他们知道时间，对，然后你再不来喂，他们就一直叫一直叫，是不是感觉有点少啊？是吗？再给他一点，可以，哎，是忘可以了，他不能再吃了，他不能再吃了，对，就是他有一定的量，对。他们一般很饿的时候，他们的这一边、这边、这边，他们会很扁。嗯，还有一点，它还是很扁。啊，对，那可能还没有非常饱，但是应该 OK 了。是这样看的意思。对对对对，然后他们就会越来越胀，越来越胀，这就是吃饱了。像他们可能还没有特别饱。你看他要撞他，他还是扁。OK， 我路上有带他们的那个便当。我要带他们的便当，有便当哦，对对对，待会儿要带他们出去走走，所以会一直给他们吃。哎呦，你奶奶呀！